assim.我是你的好朋友泰雷，然后今天也要去月里，今天就睡这里。问了大哥，大哥说这香客大楼已经盖了十多年了。好，我们要先去拜一下妈祖。大哥，我们说拜拜，拜拜。OK， 走喽，大哥。白沙屯妈祖他在东里208号的拱天宫的主祀神，也是大白沙屯地区信仰的中心。白沙屯拱天宫会那么多人信仰的，就是那时候在西桥，西螺大桥还没有完成之前啊，然后所以就一定要就是要跨过那个西，然后去那个西螺。然后在1947年的时候，然后连日大雨不断，然后溪水暴涨，然后妈祖就显灵。因为那时候西螺还有一个 很可怕的疾病叫做天花，然后就是因为妈祖那时候因为连日下大雨嘛，然后所以那时候就很多人就希望妈祖可以过去那边，就是压阵那里疫情，然后没有想到那时候因为大雨很大，然后在旁那时候妈祖要过去那个西庙要过溪水的时候，就在两侧，然后就烧了一些金子，然后就大家都要大喊就是进哦，就是前进的意思。然后前进意识之后，然后就是这队伍竟然全部都往前走。往前走之后啊，最显神奇的是，大家那时候连日不是暴雨嘛，然后就是大家的裤管就湿一点点。然后妈祖过去的时候，然后就是把西螺地区那一带三条村之后那边的村庄，然后全部都可稳定好它的疫情。所以现在这边是白沙屯跟西螺大家的信仰之一。好，大家再拜拜，我就不要吵。这是我今天早上的第一餐，不知道风景怎么样。哇，很漂亮哈！通宵的那个研发厂，你看。这个河堤应该也是只有我一个人吧，我想，因为现在是海风那么大，这个河堤也都没有我。好啦，有刚刚有一个那个海巡队的，没啊，就安呢，没有人呢。是什么啊？因为看无，好像是个碉堡哎、欸，还是什么？好可怕、哦！小狗味道好重哦！赶快出去，快出去！它的路口在这边。来，秋茂园，往里面走啦。你就会看到这个大型的宝宝，他们上面写个爱你，因为它其实这个，它这个秋茂谷，它其实建造就是它的母子生亲生啊。所以你说它诡异吗？我也觉得不全然呢、欸，只是说比较不符合我们现代人的那个审美观呐、啊，所以看起来你们会觉得有点可怕。他们在象棋，见到这个人的他的画像跟他的妈妈，到里面看一下。悟空系列，它这边园区有分蛮多系列的。好，让大家稍微用看一下。你们会觉得很可怕吗？我觉得 OK 啦。然后会看到一个小童，小童他在指什么？那个小童那也太大了吧！滚！有看到吗？
发育很好。上面写最高荣誉的义务，应该是指军人吧。这样的时空背景当中啊，其实就我们看起来现在来看就是很诡异，可是在他们那个时候，其实说当军人其实算是一种很高很高的那种荣耀。然后从旁边过来的时候，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牛，有看到吗？好，上面有乌鸦，还有一只鸟，然后左边还有一个大型人哦。你们看起来会觉得很可怕吗？哇，这是百合花，然后两个童子吗？这是一个，是女一号、二号。哎，往上看的话，它就是一个地球仪，看到吗？哎，有点背光。走过去会不会觉得说这边很像墓园？很像哈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说真的，我既然来这边，因为我是非常个超俗辣的一个人，就是超俗辣一个到一个爆炸，可是我却不会觉得很可怕，不知道什么。这它有些建筑是也是会让我有点匪夷所思啊。这袋鼠手也太凹了吧！这个骆驼，它在舔哪边啊？有没有看到这个狮子的重点在哪里吗？它的眼睛是少女漫画里面有珍珠哦。发现这边的园区的那个溜滑梯其实很好玩呢，知道什么吗？它的溜滑梯超级快的。过了园区另外一个，它是回旋的哦，是螺旋的哦。来，坐骑。太快了吧！这个是花光。老婆，我真的很抱歉，我其实常骗你说我在加班。其实我已经跟会计在一起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的小朋友还很小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我的情绪。我真的不想听你住口。那以后小宝交给你照顾了。小宝他还很小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真的没有办法。What the fuck？ 你好，先生，取餐吗？请问你后三码？里面碰到一群很好的大姐，他们问我吃饭了没？大姐，谢谢。Hello。一个粽子啦，给大姐一个。谢谢你啦，谢谢。谢谢。很高兴啊。那大姐，那你们怎么会突然想来这秋茂园啊？因为看海。是哦，走一走。那你们以前有来过这里吗？以前有来过秋茂园，秋茂园是非常以前很有名的风景区。他来过，我们现在没落了。为什么会因此没落呢？不知道，这是以前一个日本华侨，他自己个人的哦，不是公家的。哦，他都是哦。他都不收门票，不收门。以前是风景区，游览车每天就络绎不断的，每天都很来。那了解了解。是民国。60几年、70几年的时候，现在就这样子没落，你看很可惜，面积很大、哦、那以前的话，它是秋茂园的话，其实算是这边附近的一个景点哦。对对对，很有名的景点。因为我是在就是网络文献上面讲说，就听到说，那其实对于4、5、6年级的人来讲，这边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有回忆的地方。还有3年级的。对对对。我们是3年级的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对呀、啊，到八十个三年级。民国30几年生的、哦，哇！还有二年级的，二年级大概要跟你合一下。2年级的。那大哥，我想跟你讨论一下哦。那就是对于现在我们就是这些7、8、9年级生来讲，会觉得说这边很可怕。可是我自己是认为觉得不大可怕，因为我觉得这其实这当中秋茂园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旨，就是因为。这位先生他对于他的妈妈的敬爱，所以我觉得在走这园区不会害怕。那你不会啊，你有什么事想要跟就是我们这个新生代的年轻人来讲说，其实这边没有到很可怕。哦，没有哪里不会害怕。因为我对秋茂园也是第一次来，所以他们是旅居国外。哦，了解了解。他们从加拿大回来。了解了解。我以前没有来过这里。了解，第一次过来这边。对对对，第一次。好的好的。不错。那大姐这边就谢谢你们的劳动了，谢谢你们，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有含义，它上面写你是女，然后它下面那个文章就是关于就是你是女这三个字，然后它去做后面的诗词，然后它很妙一点就是它的诗词后面都会加上日语。
然后你四南的话，它上面也是会有一些女人，你有看到？就是正面就是你是男，后面就是你是女。那我要走到前面去，然后稍微就是分享一下他关于他这个园区里面的一些事情。当然不是可怕的，而可怕的我怎么还在这里？这边大部分它的主题分为宗教，然后西游记、十二生肖、童男童女、伟人、动物、西方世界，所以你才觉得说还有黄秋茂他本人他日本的文化，然后就觉得说。这个园区啊，它有包含那么多的主题，就是因为他觉得黄秋茂先生他心中是有个大爱，还有关于他母亲的思念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园区并不是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可怕，只是因为就九年失修，然后在2014年才重新开放，所以就觉得说你们可以来这边稍微看一下。走路的，我从板桥走过来这边。我的妈呀，年轻，现在坐下来休息。我先绕完一圈，我再过来跟你们聊天。现在要吃刚刚那阿姨送我的这个肉粽还有橘子，阿姨谢谢。有兴趣可以来走一趟。好热哦，这个台一线要走好久哦，又长又直的，真的是走很久哎，这条路来走。一阵子的还是在直条，还是没有车没有人。现在要去通宵神社，好，走了一阵子，然后我现在走到了通宵神社，然后我现在想介绍这个通宵神社，它是在台湾日治时期的昭和十二年1937年，然后1月21、22、23三天举行盛大的振作式，然后在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然后国民党就把这个收下来了。然后关于它里面有一些历史跟那一些撰文的话有被修改过，所以我就不多介绍了。这是最上面的炮台啦，也太累了吧。台湾光复纪念碑，然后左边的海景是这样子，然后右边看得到大小霸尖山，可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哪一个是大小霸尖山，这些都几雷啊！来，要往下面走咯，来走去，跟台一线也都没人啊，是大家是去哪里？是不是？我跟大家分享我前几天然后发生的事情，就是我那天隔天就睡好起来嘛，我要离开那个背包客栈，然后就嘛，我就已经走到一半的时候，我就很丢，为什么我觉得脖子空空的，然后口袋也翻过咯，我整个口袋都翻起来。然后一直摸我的 body 整个都摸遍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想说，哇塞，我姐给我的护身符不见了，我就赶快再冲回去那个背包客栈里面，然后我就赶快问老板娘说，请问我的那个项链有没有在那边？然后老板娘说，你今天上去找好了。然后老板娘跟我一起上去，然后很紧张。然后我看到那个床头那边都没有，我都翻过，然后就嘛，我就把衣服也全部倒出来，就狂倒，你知道吗？把它全部倒出来，然后一件一件折好，然后折好了之后啦，我就想说。说怎么办不见了，然后就没有想为什么我的背怎么凉凉的，我已经挂好了，只是一个护身符它是掉在后面，然后到怎样吗，然后我就把它拉过来之后，然后我就跟老板娘就站在门口那边这样子，然后就尴尬，然后我就这样 在后面，然后闹不闹院里正了耶、快到背包客栈了，也在我前面走了半个小时，它是不是也是徒步环岛的啊？今天要住的背包客栈啦，应该是在左边吧 ？Yes， 就是在左边。我今天在院里住的背包客栈，然后这是老板 ，Yes， 然后我是你的好朋友泰累，我们明天见哦，明天见。